现在邀请台军道的江浩任教练来拍手欢迎。这是不简单，是重金礼品才会当到家。现在每个人先蹲好。嗯。先蹲五分钟，罚蹲五分钟。好累。那你们基本动作标准，教练才过来看你。教练腿好酸哦。怎么样啊？教练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姿势有没有标准？有没有好好做？就是一直这个姿势都没有变过。罗碧玲同学先做做看。好。马步正拳攻击。各位学生们，江教练，站住！你看，馆主啊，啊，你的四个学生太不像话了啊！你请我来教跆拳，他们怎么这样对我呢？怎么样？你看看我怎么样？真的被他摆平了、啊。你这个查某，你这个看看，来学跆拳。你要来吃有茶饭的，来，现在邀请跆拳道的江浩任教练来拍手欢迎。好帅呀！这是不简单，是重金礼品才会当到家。哎呀，您来好好接受人的教训，江教练哈，万事拜托你，哈哈，哈哈，大家注意哦，哈。教练你好。好。教练今天要学什么？教练自从奥运会中国女孩子拿了几面金牌之后，嗯，听说家家都把女孩子送来学跆拳。这样子啊。站好。站好，站好。教练你流好多汗哦，你不要紧张，教练。站好。现在每个人先蹲好。嗯。先蹲五分钟，罚蹲五分钟。好累。那你们基本动作标准，教练才过来看你。蹲好。再蹲不好的话，再延长五分钟啊。好累哦。先蹲好。教练你要去哪？教练去上个洗手间，回来看你们姿势不够标准。教练，我跟你去。教练，教练。再见了，教练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怎么办啊，我们要把它摆平耶，他长得那么壮，哇塞，那我们怎么把它摆平啊？三妹三妹，你说你会不会？哎，怎么办？我刚跟他撒娇，他不理我们呢。不是啊，你穿的衣服穿太多了啦，你也是啦，卫生衣也穿出来了，真是的。小妹小妹，你鬼点子最多，你说啦。合伙把他揍一顿好了。这样也不太好。我再想想看。快想。大姐知道了，来来来，大姐告诉你们。好了啦，等一下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对付他，懂了没有？懂了。懂了啊，好，快动啊，动啊，动啊！教练腿好酸哦。怎么样啊？教练不在的时候，你们姿势有没有标准？有没有好好做？就是一直这个姿势都没有变过，教练。现在再打一次给教练看看。好。罗碧玲同学先做做看。好。马步正拳攻击。那教练干这学生拢无喘，江浩任江教练，各位学生们，江教练，教练，关注，你看，关注啊，啊，你的四个学生太不像话了，啊，你请我来教跆拳，他们怎么这样对我呢？怎么样？你看看我怎么样？真的被他摆平了、啊？那还能假得了吗？四个都有。江教练这样错了吧？我是请你来教跆拳，不是教床上的功夫的。四个都摆平了、啊。你以为我愿意吗？